心太开心了。对啊，就是应该说从来没有跟这么有活力的女孩嘛，有活力的女孩工作过。对，然后这次能够，其实他有一些音乐上的交流啦，然后当然就是在编曲上面 AI 有一点参与，那这个要看我们花絮才知道啦。对啊，然后我觉得能够有这个合作机会很开心，我觉得真的很开心啦。阿董开心到语无伦次的哈。其实我最想跟阿董合作的是这个舞蹈的部分。还是你们两个一起秀你的乳沟？我们是普及的啦。哦，普及的，乳沟很普及啊。因为我就是，我记得那个花絮里面有那个 give me five, give me five, give me five, give me， 我想要看完整版的。对，遇到那个完整版的就是，哎呦。give me five, give me five， 这叫做彗星撞地球啊。give me five, yeah。香港是吧？好啊，那大家等一下看就好了。好了，所以那个阿董呢，又爆了一个那个花絮当中的这个料啊，一个梗啊，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。所以呢，阿董刚刚说完的话，就能让那个小薇，怎么了？突然间有一种就是这是怎么回事？今天为什么会这样？对啊，就是看到这个 MV 其实非常开心，因为那个。画面的非常美，然后就是我们当时在拍的时候就已经觉得很美，可是就是呈现出来的感觉就让人觉得更美，而且有好多层次的感觉，很有意境。对。好，来心仪好了，来。那个，惊魂未定。吓一跳哦。美琪也是在心里面想说，早上要摇 AM 疯子。因为美琪姐姐是真的很奔放嘛，哎，她真的很放得开。可是因为我们平常我们私底下认识嘛，那私底下这样子，我们就已经很习惯在台上。哦，我们都是这样的，要习惯。台上台下都放得开。对对对。好，让跟心仪来说一下话。好，来。这个真的，我不得不说，她第一幕出来的时候，我那个时候就已经愣住了。哦。对啊，我就说，天啊，这比那一般的化妆品产品的那个广告都还要美。嗯，谢谢。真的太美，果然是世间奇女子啊！哎呦，对，那 Ella 觉得心仪美不美？美，当然美啊！而且又戴高帽啊！而且我还有看过她更美的呢。哎呦，哦，听说他们有一起在这个温泉里面泡汤啊，泡进游泳池里面去，对不对？你们看不到的。OK， 福利大放送，福利大放送。想不想看啊？今天不行，不可以表演，现场表演。冷静一点的嘉凯说一下话。你确定他是冷静的吗？应该是吧。嘉凯，哎，冷静到魔仙啊！好冷静哦。其实看到这支 MV 啊，其实导演他花了一些心思，把我们之前的像小钱歌啊，或《无与伦比的美丽》的一些片段都放进去，然后我觉得还蛮惊喜的。然后另外就是，其实我觉得，因为我个人走冷静派，就遇到哇这么活泼的导演，张小发哦。对，那大家都没有发现嘉凯其实故意放一些笑点在里面吗？哎，我刚刚只看到阿董在那边围着你，在那边做一些有点 A 的动作。对，就是嘉凯就在最后一幕的时候同手同脚的手出。来现场表演这个才艺啊，真的就是天赋啊！真的，我觉得真的是一般人很难编，马上走路就同手同脚。同手同脚，而且你看会觉得很像他是故意的，因为我问他说你是故意的吗？没有，他是天生这样。他是天生的。回来，你是回来变成。